非常高兴看到这么多学生在今年新加坡国际小提琴音乐节上的精彩演出。即使是在这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们依然能保持对音乐的热情和追求，让我们感受到了真诚，也感受到了希望。你们是音乐的未来，谢谢你们。It helped me to improve my playing and I had fun doing the recording.